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西部地区货物进出的最便捷通道，累计开行已突破14000列，通达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RCEP 协定的实施也将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陆连通的关键节点的广西北部湾钦州港也正在抓紧发展契机，打造海铁联运智慧码头。我所在的钦州港啊，是一个海铁联运无缝衔接的港口。那怎么个无缝衔接法呢？我看了一下时间呢，从这个铁路中心站到我们的码头堆场，其实上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因为这两个地方就是紧紧挨着，可以无缝衔接的。那现在呀，这些集装箱将在1月1号 RCEP 协定生效的时候，从这里通过北部湾港的东南亚航线前往越南。这批从重庆而来的汽车零配件，从钦州港出发后，最快12个小时内就能抵达目的地越南海防。相较于江海联运，20天的航程，缩短了70%左右。目前，钦州港码头还在建设智慧港口，正式运行后，钦州港将成为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码头，设计年吞吐量达到260万标准箱。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综合运输效率也在不断提升。2021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辐射站点增至91个，同比增长75%。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开往重庆、成都等方向的班列调整运价下浮最高30%，做到基本货物下浮全覆盖。开发北部湾至内蒙古、四川遂宁、湖南怀化等4条新线路，进一步扩大班列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今年北部湾港还新增航线12条，目前共有航线64条，其中外贸航线37条，内外贸集装箱航线基本实现了东盟国家及全国沿海主要港口的全覆盖。乘着 RCEP 的东风，外贸航线还将不断扩大。